心显示及各位死亡善知识。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风水学的奥秘。风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你的家，也在我的家，也在他的家，在整个社会都是充满着风与水的奥秘。所以风水是经过我们的眼睛，你所看到的一切投入我们的脑海，然后转入心田，反映出来的啊，耳朵、鼻子、皮肤所感触的出来的啊，都是风水学。所以我们懂得风水学的人，你会活得很快乐，也会啊运用风水的奥秘，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平安，过得很和谐啊。尤其我们现在装潢设计师标新立异啊，设计奇形怪状的卧室、天花板，设计弯拱的像棺材盖、像棺材的形状，那非常要不得啊。我曾经看过一位我们的信徒啊，他要我到他家里去看他的住家装潢设计怎么样，结果啊，一看进去了，看到天花板设计像棺材的形，哇喂，老板啊，你这个棺材盖着床位啊，这样你第一心神不安，第二啊，那么四肢无力啊，第三霉运跟着来啊，第四人无精神，第五啊全家陷入困境啊。这老板说，师傅你所讲的我全部都有了哦、啊、原因在哪里？我说这是你的天花板的设计像棺材形的形状，弯下来像棺材的，就换了风水学的大忌啊。卧室啊，天花板不可设计棺材形的图形，你换了风水学的大忌，所以你会发生那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啊。问了怎么办？赶快拆掉，拆掉把它定平的就好了啊，不要标新立异啊。我说这个设计师也真的很糊涂啊。那么这个老板说，不是设计师糊涂，是我的糊涂啊，我以为设计这样呢啊，有造型有变化的图腾，没有想到造成全家神经兮兮的啊。所以这个风水学啊方面我们要注意，不要犯了风水学的大忌啊。你天花板设计棺木型的，那已经自己陷入苦境，陷入困境啊，万劫不复啊，各位要小心要注意。各位微信显示及各位死亡善知识，
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谈解风水学的奥秘。我们在世间上不是唯我独尊的，我们周围还有别人的住家啊，所以相互维系的调和。可是呢，我们忽略了风水学，而风水的住家问题，常常会因为隔壁人家房子盖起来了，把他的屋角射到房子里面来，那就是弄成神经兮兮的，鸡犬不宁。那我们这一节要来为各位谈解啊，卧室外不可有他人的屋角啊、兽头来冲来相冲射啊，会产生各种不安啊。曾经我们在大恩寺啊，有一位女菩萨年轻就考上中医师了啊，爸爸妈妈就为她买一栋公寓二楼的给她住啊。当她住进去了，晚上都发现有人在窗子外探头啊，这弄成这个女中医师神经兮兮的，不敢睡也不敢讲啊，开始脑神经衰弱，开始发慌俩拱哦，爸爸妈妈就很紧张啊，带他来大恩寺找圆德法师。圆德法师告诉他，你这个住家有问题啊，等师父来了啊再帮你查看看。所以我一去大恩寺上课了，他也来了啊。我用易一卜卦啊，他的房子卧室外刚好床头外面顶着别人的屋脊出中间，屋脊射啊，就探头星冲到那一间房子，这就变成煞气，当然在那一间就很难住嘛啊。这个不是换到有什么鬼，而是换到游离电就是乱流磁场啊。所以这位你中医师呢，他问了怎么办，你不要睡那一间嘛啊，那一间就不能睡，他我那一间比光线比较好，光线好别人的屋脊尖尖的射进来你也受不了哎。啊，所以回去我说那间当仓库就好了啦啊，回去啊就换了房间啊，那当仓库啊，这晦气游离电就不会射进来，所以他的身体就平安了健康了。这即是我们换了风水学的大忌耶啊，各位不得不注意啊。所以我啊今天特别为各位提醒，注意你屋子前屋后别人的兽头屋脊，你要注意啊。
精神事及各位死亡善知识。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谈解风水学的奥秘。风水学每一个的法要都有如宪法六法全书啊，我们换上了风水学大忌的要点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不如意的事情会发生啊，这个都是我们身为人要注意的，要自我学习保护。哎，有的人说：“哎呀，我迷信啊，我才不信呢。”曾经就有一家大陆台商啊，他的卧室，公司的卧室啊，对出去呢，啊，刚好对着别人的壁刀射到房子里面来，所以那一栋从一楼到四楼的员工几乎每个人都不平安啊，弄成他也无可奈何啊。有一天的机会回到台湾来啊，问我为什么会这样啊，我说你是不是一二三四楼都是别人的屋角墙角射进来，这样当然你的宿舍这一栋住的都很不平安嘛啊，不是口舌，不是打架啊，就是车祸，你换了风水学大忌，就是屋外或室外啊，有他人的屋角来相对啊，这呼吸多可愁啊。这栋大楼他的办公大楼没有问题，而是他的啊，这个卧室啊，所以回去我说你整栋一二三四楼那些受到了搬走不要住，你爱你的员工你就要重视风水学啊，否则的话灾厄连连，你赚了钱也不够来赔啊。所以这老板呢好，回去听我的建议啊，把他那一栋每一楼的对着屋角的冲过来的追户呢啊，就把他全部移开了，稳下来了，回来很高兴的感谢老祖，和老祖替他解除了很多很多的烦恼啊，他不止口舌，横祸连连，灾祸连连，没有精神可以上班啊，也没有办法去干他的工作，这即是风水学的奥秘哎！希望各位十方善知识要注意，你家的前后有别人的屋角或者墙角射进来，你要赶快设法来远离啊，不然的话灾厄一到，后悔莫及啊！啊，这即是风水学的奥秘。各位微
心前世及各位死亡善知识，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风水学的奥秘。屋前屋后都是我们的贵人，屋前屋后也是我们的冤亲债主，那不是人而是建筑物的冤亲债主。啊，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啊，他呢住家在这里，对面的别人的房子围墙，这个角就往里面射，往里面射呢，这个房子像这样的。这话我旁观，膀胱病啊，他要到医院去检查，非常难过，检查不出病来，但是很难过啊，在医学上说是癌症。啊，他有一天他就来仙佛寺，我用一卜一个卦，卦中没有官鬼爻来相克，所以不是癌症。那我就占他的卦，用意占卦，啊，就是朱雀洞来克，朱雀洞来克就是房子的门前啊，像朱雀嘴尖尖的来客啊，就是这个问题。啊，那换了大忌啊，房子外他人的屋脊之角墙来相斗，如壁刀来相冲啊，当然这个血光，尤其这个刚好在他的啊屋前啊，这伤到膀胱，血光不断，所以这位先生问我怎么办，那没有办法，别人的围墙啊，屋前屋后啊，那么你的也射到他，啊，他的也射你，两个相射，下来下去，那怎么办？啊，那只有改门的位置，啊，改门位置呢，你把它移到这边来。但是这一只刀子也是射进来，无济于事，所以这一户呢，我跟他说你最好换个地方啦，啊，不然你一直待在这里，啊，百次不顺，你去租的啊医药费已经够你。啊，这个抵得过了，所以啊，他回去了，就搬离开了这一家当仓库，就没有事了。啊，问我说对面的那怎么办？没有办法，啊，那只有随顺因缘吧。啊，所以希望各位微信弟子死亡善知识们啊，你们要注意啊，那你不伤人，人家不是要伤你，那个磁场啊，地磁场的反应，这个也是我们的冤亲债主啊。微信圣教微信
心闲事及各位十方善知识，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谈解风水学。往往夫妻原来很融洽，一家都很融洽，突然间莫名其妙的怒火都来了，弄成夫妻失和，贫贱夫妻百事哀。每个人都有尊严，那为什么没有办法来相互的包容？这个常常会有这个家庭。曾经有一对夫妇，他到仙佛寺来请示，他为什么家里的小孩子都在吵架？孩子一吵，夫妻就吵，弄成鸡犬不宁。那我就跟他用易占卜卦，卦上所显示的就是朱雀洞来客，就是他住家朱雀洞来客，那就变成朱雀就是口舌之灾嘛。我说那你换了大忌，换了卧室外有他人的屋角来相对，那么夫妻多口舌，这个徒弟就是这个型。他的卧室在这里，前面别人的屋角墙啊，尖尖就是口舌型，火星倒地，火星，你的问题就换了这个大忌，他说我们原来很好，隔壁的地他是麒麟地，所以他的围上去了，一围呢，这个尖尖就倒地，火星射进来了。每天一起来看到这里，就要发怒发火，那怎么办？没有办法的，没有这个方法可以解。别人的房子又不是你的，你怎么办？我这里只有把改门改像这样来，门出来，门从这出来，这样就可以化煞，所以就改回去改了玄关，把方向一转，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转要有法，没有法的话，任你再大的本领，还是逃不过这风水学上的煞气。希望各位同修们大家要注意大家要小心否则呢我们不了解煞气怎么趋吉避凶，我们在那边干着急干瞪眼，在那边烦恼，也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只有要改善。门有一千斤，房子只有四两重，所以改玄关，改了之后就稳下来了啦。这即是风水学的奥秘啊。各位唯心闲事及各位十方善知识，
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谈解风水学。风水是有屋外和屋内，有卧室，还有门，有灶位，有厨房，有神明厅，这都是风水学的要注意的。啊，曾经有一位啊先生，他来求助于王禅老祖，说不知道怎么搞的，晚上都在做噩梦，呼吸都做噩梦。啊，这个噩梦呢，好像进入无底洞，常常梦见地狱的鬼面，所以夫妻就很紧张，到处去问神，啊，神呢帮他解厄解运，还是无效。啊，有一天刚好我到北部啊去啊帮一位公司老板看房子，那这位先生也是这位老板的朋友，他也顺道啊来了，啊问我说他都晚上睡不着，啊晚上一睡就好像隆隆隆隆了，啊好像天惊地动，啊让他的晚上好像进入地狱里面，找不到路可以出来。那我就用意卜卦一下，我说那个朱雀洞啊，朱雀刚好在你家的啊里面某一个方位，朱雀就声音有在动，是这个原因啊。他跟我说那谁在那动，是不是有鬼？应该不是吧。啊，他这位先生呢，哎呦，我卧室里面就排了一个水族箱，啊，很大的水族箱，养的红龙，那时候红龙正在贵的时候，他去买了红龙摆在他的卧室里面，啊，能够欣赏。我说你这就犯了大忌，啊，红龙，啊，这个水之箱在你床脚的正前面，啊，正前面呢，那就是朱雀洞，啊，你在睡觉，那只马达一直在抽，一直在动。所以让你的脑神经衰弱，进入梦中啊！所以老板这位先生啊，哎呀，就是这样啦，哎呀，那怎么办？你把红龙水箱搬到外面去呀，搬到客厅里面就好了嘛。啊，山不转路转啊，路不转人要转啊，要有变化。所以你犯了大忌，啊，就是卧室内不要摆水族箱，卧室内摆水族箱，脑神经会衰弱嘞，啊，要小心呐，啊。现在很多人也喜欢养鱼，养鱼是好，但是你不要摆在卧室里面。我的卧室哪一个方，青龙方、白虎方，啊，都是最忌讳，因为声音的震动，你睡觉了，它就没有方位的问题，造成烦恼啊。
心显示归双善之事。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风水学的奥秘。风水学会讲话，他的讲话是反映在全家人他的身上。常常房子里面你摆设的不对的话，你会造成很多莫名其妙的口舌之灾啊，造成夫妻反目，这个常有人在发生。那么今天我会要为各位提醒一件事情，就是房子里面、卧室里面，你要摆镜子要小心。摆镜子是有大忌的，尤其门进去了，啊，卧室的门进去了，摆一个镜子反射回来，那是大忌。啊，卧室入口处，啊，入口门内不可有镜子来相对，口舌是非之灾不断啊。也这曾经有一位啊夫人，她来到仙佛寺，啊，她呢很苦恼的说：“老师啊，不知道怎么搞，我常常跟老公吵架呢。”我说：“谁比较凶？”当然我比较凶啊。啊，你吵什么？也不知道。我看着老公，我就想要跟他吵。那你就是有问题咯，问题是你哦。啊，我就看到他的表情，啊，化妆化的漂漂亮亮的，啪哩啪哩的。我问他说呢，那你一定犯了大忌，入口处你有镜子，你回家你要照镜子看一看漂不漂亮，要出门看一看整处仪容是不是这样。他对，他的卧室一进门做一个镜子，啊，卧室一进门，啊，那这是一个镜子，镜子这是双口相对，就是口舌是非之灾呀，啊！啊，我跟他说：“你把这个移掉嘛，就好了嘛。啊”好，回去就移掉了。啊，他床位在这里。移掉了，不要对床，啊，给他对着外面，对这里来，那就好了嘛，啊，所以夫妻圆满了。这即是风水学影响一个家庭的和谐啊，我们要小心，要注意，所以我们有那个地方的。民事调解委员呢，啊？我说你碰到夫妻吵架了，风水学啊，你要注意，你就可以帮助他人，这即是无上甚深微妙法。
心闲事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我们禅解了啊卧室他的吉凶如何，讲了很多，其中有一件我们被人所忽略的，就是屋外的路，这个要小心。他曾经我们有一位家庭，他二楼床位是这样是很好，可是呢，楼下的人这里开一个小巷，刚好小巷来冲，啊，冲到呼吸都高血压，降不下来，啊，就很苦恼。找遍所有的医生，啊，药都是无效。一个姻缘呢，啊，亲友介绍，啊，来问我说，他为什么高血压？我就跟他用易占卦，占卦是阳爻动，来克四爻。阳爻动就是阳宅有问题，啊，阳爻动就是火天大有，大有卦。二爻寅，啊，二爻动来克四爻。木来克，啊，所以我说直接断定他的住家有问题，而且在四爻应爻之外，二爻就是屋后隐荒，有这是隐荒煞气来冲。啊，这先生才说他就是。屋后他说盖了十几年，最近人家这里又盖房子了，路就开过来冲了，开始他就高血压降不下来，问了怎么办，那这一个办法你这样就好了嘛。啊，你要转把这个移掉，这样你就好了。啊，他就说，人家不是说脚不能晃向外吗？啊，这抬出去呀，平安就抬不出去了。不平安的话，你再怎么样也是抬出去了啦。所以我们很多人风水学上的问题。我们都忽略了，还有更多更多的问题呢。所以我大约举这个例给大家来做参考，希望各位有换到啊煞气屋后屋前啊左右来冲的，我们要逃避。啊，不要，在那边受这个地磁场的反应、感应，弄成鸡犬不宁，这就划不来了啦。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平安，大家事业能顺利，啊，家庭和谐、平安、幸福又光明啊！祝福各位。
两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微亲贤士及各位双善知识，好，我们继续为各位来禅解阳宅风水学啊。这一节呢，我们的来讲到床位啊。床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住家环境的一环。床位等于我们的充电瓶、充电器。如果是你床位错了，我们睡起来会很累啊，尤其会发生很多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如头痛、两脚酸麻、腰酸背痛啊，五脏六腑机能失调啊，找遍所有医生，吃了很多药还无效。这个就是现代人生病的原因，就是在床位啊。除了床位以外啊，我们住家的灶位啊、门、神厅啊、来路等等呢，都有相当的关系。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上，不是只有我们存在啊，我们务必要受到周围环境啊它的影响力。因为天地之间是大家共同存在的平等的，所以佛说众生一律平等，烦恼也是平等，欢喜也是平等，幸福快乐也是平等，要靠自己的智慧啊，才能够啊趋吉避凶，转危为安。所以王禅老祖啊开示我们啊，床位非常重要啊，在现在社会有很多啊学说啊，不同门派啊，有东西四命的门派，有三合门派，有三元门派，有三合三元金丹法门的门派。不管什么门派，人住了睡了会心安，那就是对的门派。所以床位这个争执啊，各位要注意啊。现在社会有很多的门派，就是东西四命啊，老公是东四命，老婆是西四命，那么你的床位到底要依照东四命或是西四命呢？往往为了东西四命啊，造成十方大德善信菩萨门夫妻的争吵，弄成啊夫妻反目啊，弄成夫妻分离，这个情形太多太多了。我也希望我们维新弟子十方大众们记住，风水学要遵照正法，要顺其自然，融合自然，不要妖言惑众啊。老公是东四命，
老婆西施病，啊，是老婆是东施病，老公是西施病，那么究竟要哪一种病才合理呢？这是我们今天啊要继续为各位来阐解。微信显示各位死亡善知识啊，东西四命的啊说法不是完完全全东西四命，在古代床位和现代的床啊模式已经不同，在古代的床古床，现代的床啊，是这个模式已经不同，现代。之床，所以啊，有古时候的床，罗盘在这里量，量这里，以这个为方向。现在的床啊，是以这个为方向为座山。以这个为座山。不是以这个为座山，是以这个为座山，而不是以这个座山，这个是不对的，啊，这是不对的。而以睡的床、睡的方位，啊，为正确。所以床位是依据中华文化的道统，《易经》，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立其中，万法生成。啊，一化开天，啊，再化辟地，人立其中，这为天，为地，啊，为首，为主。啊，方向啊，所以这个方向是正确的，而不是这样，这样是错误的。这本着人以人为主，好，一化开天，人力其中，万化生成，人力其中，所以这变成要这样像才对啊，不要说啊，我要像这样，这样的话是错误的，已经违背了道的存在法则。所以我这么多年来对于这个床位的正道啊，往往啊，睡着床位啊，不对了。早上起来，精疲力尽，身体无力，啊，这个是很多。有的一睡了，很容易进入梦乡，就做梦去了，啊，做梦去了，爬山、涉水，啊，等等嘞，啊，就会很累，灵魂没有办法完全达到休息，所以我们睡觉是让自己的灵魂能够休息，这样身体才会健康，身体的机能才会具足，这是根据
一花开天，再花辟地，这个易经的法则啊，根据这个一天开天，再花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啊，依照这个法则啊，才是正确的法则。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